心健好园综合长照机构是更新健康管理专科学校成立的附设机构，自108年起，在宜兰校区进行规划，获得董事会及宜兰县政府和在地人士的支持，于110年启动营运。更新专校宜兰校区的静好园，在110年8月31日举办基地祝福暨福祉车捐赠仪式，由在地宜兰歌手谢国元唱出这首集体创作的《更新喝醋冰》来欢迎大家。更新更新再三新，人才黑心系在地，肩负责任上主的恩典，日夜点点永不停歇，健康照顾已促进，更新信心中写字，地方创生光耀在地。天主教台北总教区总主教钟安柱，同时也是更新健康管理专科学校董事长，特别前来主理，为宜兰的乡亲带来天主的祝福。今天我们更高兴的是说，我们又要在当中，我们要完成，要实践一个更美好的事情，就是我们为年长者，为我们的尊长来做更好的服务。啊，我们的名字叫做什么？静好园啊，静贺哈，来到这时候啊，静贺，特别是我们的老大人，我们的年长者，我们欢迎他们到这边来接受服务。这个在人生的晚年当中哈，来到更新专校能够得到很好的服务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要举行的这个静好园的这个基地的一个祝福礼。这件代志，一个事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祈求上天的降福啊，祈求上天的保庇，让咱平安顺遂。总主教钟安柱董事长，并且为在地观礼贵宾和静好园正道，说明更新健康管理专科学校培育子弟秉持爱人的精神和作为，提供学校资源和专业团队的服务，使静好园成为一座宜兰最新也是唯一设立在校园内的综合长照机构。你们的参与呢，这个就让我们感觉到就有温度了哈，也就是大家那些地方哈。地方，各界对更新的支持跟照顾，所以，我们一定会做更好的服务。所以我常常勉励我们的校长带领的团队啦，还有我们的执行长也带领服务的团队呢，我们要以最好的服务、最好的态度来为年长者来这里受灾哈，给他们很好的服务。静好园综合长照机构位在校园静好园区的东侧，园区前方设置了地标和圣母像，校长林淑文陪同总主教进行洒圣水礼。圣母是我们信仰的典范，再次的恳求你因着圣母信德的榜样教导我们，并引导我们常能够成行你的旨意，并仰赖他大能的转导赏赐我们所不敢希冀的恩宠。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之名，阿们。福祉车捐赠仪式也在总主教的见证下进行，分别由台北市台北科大狮子会赖耀华副会长、全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小省，以及台北市松仁扶轮社吕谷清社长捐赠给更新专校静好园综合长照机构，由校长林淑文代表接受。感谢感谢。谢谢董事长，谢谢赖副会长，谢谢总经理，请我们的跟我们的校长一起来张合影留念。总主教并主持福祉车的祝福礼，
恳求仁慈的天主让福祉车驾驶人、护理人员、长辈等乘客都能获得天主的陪伴与庇佑。求你百倍的赐福我们的恩人，好使他们一生常有你的祝福与陪伴。恳求你也赐福开车的驾驶的人员，恳求你赐福和开车的司机、驾驶人员、坐车就这些车辆来往机构的长者啊，甲乘客拢会当有你的陪伴甲护佑。随后，并以降福礼来感谢天主，愿主与大家同在。至此时，更新健康管理专科学校校长林淑文表示，善用学校在三星乡校区的空间筹建的静好园，是一座可以让长辈觉得非常有趣好玩的园地。在这个校区，我们可不可以利用一些的空间，让我们长期合作的长辈辛苦了一辈子，找到一个好的趣味的所在。啊，特别来的时候来讲，静候静候。所以呢，我们也就团队定调，我们是一个静好园，是一个天主的园地。宜兰县副县长林建荣以及三星乡长李志庸，感谢更新专校在三星乡超高龄的农村社会，能进驻专业服务团队，丰富在地长者的晚年生活，成为宜兰县长照机构创新营运的模式。更新棒不棒？棒！来，静好园，赞赞赞！更新专校附设静好园是全国唯一拥有温泉条例的长照机构，将校训敬天爱人作为核心价值，以爱传爱，疼惜每一个人是服务使命，把成为有温度、有活力且值得信赖的优质长照机构作为追求的愿景。静好园的设立是校方自107年起积极投入参访、研究、调查和软体服务的规划工作。107年8月前往日本参访标杆长照机构，并在仙台东北福祉大学进行交流。108年2月展开长照机构规划行动。108年3月英法书院运作经验交流。108年7月，高龄课程设计、静好园进入系部规划、长照机构设置的管理和设计。109年4月，当科技遇上医疗，当创意遇上照护，长照机构经营与挑战的交流。109年7月，了解社区式照顾的服务理念与法规政策的现况。109年9月，办理经营理念与实务长照职能、长照机构的经营理念与实务研习会。109年10月，办理日间照顾机构经营长照职能研习，学习圣赫德加身心灵理念的落实，前往喜多郎住宿长照机构参访。110年2月，长照趋势与广恩发展策略，并前往来工厂日照中心参访，探讨长照现况与未来经验分享。110年3月，举办温泉水疗运用于高龄者健康照护的现况与发展交流会。除了积极培训长照工作者的能量与参访特色机构之外，在硬体方面，静好园同时进入友善设计的建造工作，建筑师与校方以严谨的态度，依据现行法规的规定，再融入学校特有的资源，新设了温泉健康足浴区，让长辈怀旧的芳疗和家禽动物区，以及提供长者休憩的住宿房间、温馨透明的聊天室、多功能活动餐厅，还有100万元以上的健身设备，都在2年内扎扎实实的一一完成建设。更新静好园服务辖区包含宜兰全县，初期以30分钟车程范围的乡镇为主要对象，提供民众日间照护与居家服务，有专车接送，让家眷喘息的短期安置，专业团队有护理师、社工师、照护员、居服员，还有特约职能治疗师、营养师、体适能老师，拥有专门为银发族打造的高品质
健康促进服务，静好园可说是全国最有温度的轻盈学员。服务专线0398923243，机构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上武村建富路2段407号，更新专校宜兰校区里头。